Hello， 我是阿軒，今天我們去西灣可數街。西灣可呢除了泰安樓之外呢，還有另外一個 area 呢我都覺得是很吸引的。其實沒有另外一個 area， 是另外一條巷而已。我們現在在後巷吃這個咖喱芝士蛋包飯，勁治愈啊！正面好像一隻烏龜，我已經刉爛了它的頭了。一個餐$40，還有配一杯檸汁特飲的。它的芝士味和個蛋味呢中和了那個咖喱味，如果咖喱是有一陣甜甜的感覺在裡面的。它裡面的炒飯，它的飯是豉油黃炒飯的感覺，有一些芝士滲緊出來啊，檸汁特飲。這個是很黏黏口，很 rich 的感覺，這個就是很 flat 的感覺，就是溶解了那個 rich， 接著就可以再 rich 了。你來到泰安樓，更喜歡吃泰安樓的牛雜啦，這間叫做泰安樓牛雜，我講三次泰安樓在旺角$30吃到這麼大碗的牛雜，這裡你是吃到一碗碗的牛雜，很入味，很甜，很滑，還有沒有那陣腥鵪鵪的味道，還有超入味，索上所有的湯汁，簡單好吃入味。然後吃這個泰糯米的千層糕，他們是每天在工場即刻製的。泰國三個人那隻椰子湯，那隻味，那隻煙韌，香港吃到的椰子湯呢，它一擺超過兩三天它就已經會變了個質地，它變成吃膠一樣。但是這個它還是那隻煙韌的質地啊，椰汁斑斓糕。這個呢就沒有那麼甜的，它是有一陣淡淡的斑斓味滲出來，但是呢那個椰汁那個甜味都挺重的。這個是適合喜歡沒那麼甜的朋友。芒果三色糯米飯，它有紫色、綠色和這個，它的椰汁是很香的，斑斓味有一陣少少的清新味，它的紫色那個是蝶豆花味的，但是吃完呢有一陣好像做 SPA 的感覺，好像你拍了做 SPA 的精油的感覺，有一種舒筋活絡的感覺。但我覺得三隻味都是值得一試的，即是不要買完味，我覺得買這三隻色試一下三隻味是開心的，而且它的椰汁是真的很滑的。記住逢星期四8點看著阿軒掃街啦，拜拜。